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Enjoy 英语学院，我是 Anthony，and I'm Bruce。各位听到我开场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翻译，没错。OK，我们今天一样有三句单句的翻译，还有两句连贯式翻译。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主题哦。主题的这个单句翻译呢，它有可以提到说好脾气，好，你如果等人家等很久，对吧？约约了约了，然后跟朋友约会，然后居然没有碰到，哎。 什么他都不准时到啊！你有好脾气。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上课专心不专心，还有第三个是努力还有乐观的态度，在职场上是多么的重要。那在这里面的话，还有一些重要的句型，我们会学到直到什么时候才怎么样，还有再怎么样不过了。好，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哦。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句子吧。第一个句子是这样子的，中文的话它写说。 Selene在等了朋友兩小時後,沒有發脾氣,還蠻寬容的,我們先請Bruce老師幫我們翻譯一下這整句話。It was quite forgiving of Celine not to lose her temper after waiting for her friend for 2 hours. Wow, 2 hours,你忍受了老媽的,我是覺得無法。Bye <laughs> <laughs> bye. Bye, bye, bye. 我不,不想等你了, okay? 好,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在这个句型里面，你会用到的事情是某人做什么事情真是如何。你常常会使用 it is，先接一个形容词，然后呢再接 for someone or of someone to do something。那特别注意的事情是，如果你用的是 of，你在讲的是这个人的特性特质；而如果是你讲的是 for someone，是在讲事情怎么样。OK，我们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就比较清楚喽。首先，你可以说，比方说你对朋友讲，哎呀。 天哪！你能记得我的生日，真是贴心啊！英文就可以这样子说：“It's sweet of you to remember my birthday. Where's my gift?” Oh, I totally forgot that. <laughs> <laughs> OK，所以第一个部分的话，你会讲 “It's sweet of you”，那就是讲你人真好，你很贴心。重写重点是在你很贴心。这个 “sweet” 讲的是人。“It's sweet of you to remember my birthday。”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比较一下，如果你说。 对汤姆来说，模仿别人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英文就可以这样子讲：It is quite easy for Tom to imitate people. It is quite easy to. For Tom to imitate people，所以在这边的话，那个 for 指的是对汤姆来讲，这个 easy 是 to imitate people 指的是后面这件事情去模仿别人很简单。所以如果你要讲人的时候，你会说 of someone；如果是要讲事情的时候，你会讲 for someone to do something。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再来，我们在这个翻译句子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字词哦，其中包括了宽宏大量的、宽容的，我们可以用这个形容词。 forgiving forgiving 或者呢,如果说今天提到说,啊,某人发脾气了,生气了, lose somebody's temper. lose somebody's temper. 嗯,不管,好,不论比尔有多沮丧,他从不发脾气, However frustrated Bill might be, he never loses his temper. 这个 however 的话，你也可以把它代换成 no matter how frustrated Bill might be。好来这个表达，所以在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个 however 不是然而，那个 however 这个 however 是 no matter how 的意思。OK，这边要特别注意，在了解这些重要字词之后呢，我们请老师给我们不一样的一个翻译版本吧。

啊、uh,，Rosie，直到考试不及格，才渐渐了解到上课不专心的后果。我们先请老师帮我们翻译一下这句话吧。It was not until Rosie failed her exams that she came to realize the consequence of not paying attention in class. OK，所、so、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有几个重要的字词哦，第一个就是渐渐的了解，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词汇，come to realize。 Come to realize，通常提到 come to do something，这个后面的动词往往都是表达了解啊、认知，而且是慢慢的了解到什么事情的。我们常常会使用的是像 realize、know、learn 这样子的动词。好，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吧。Linda 逐渐了解到，哎呀，他不该对其他人这么样的严苛严厉。这时候英文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哦。 Linda came to realize that she shouldn't be so harsh on other people. Mm, shouldn't be so harsh on somebody. do not be too harsh on yourself，也是我们常常口语上会跟人家讲的啊，不要对自己这么严苛嘛，好，放过自己一下嘛。Be harsh on somebody. 好，常常使用。所以在这里，came to realize就是慢慢才了解到，不是一下子就了解的。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字词。 第二个字词呢，就是后果、下场，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名词哦，consequence。consequence Con。来，我们来举个例子吧。这男孩决定以他的方式行事，不管一切后果。英文就可以这样子说：The boy was determined to do things his way, regardless of the consequences. 提到 consequences 这个字的话，多半指的就是 result，但是它的差别是在 consequences 多半还有一点点威胁性存在。好、哦，这就是不好的下场，不好的后果。比方说，人家就想说你你这样做的话，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就是叫你不要这么做的意思。好、哦，这个会有后果，后果自负那种感觉。OK，所以在提的时候，你可以知道。 Consequences 有这样的意味存在，Regardless of 就是指不管后面这件事情，不管后面的这个结果如何，它就是要这么做，以它的方式行事。这、就是第二题的第一种方法。我们再请老师翻译一下第二种方法吧。Rosie didn't understand the consequence of not paying attention in class until she failed her exams。Yeah，所、so、以在这里面还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Not until，他通常提到说。 是经过这个时间点之后才知道什么事情的话，前面的这个句子一定会跟 not 存在，因为 until 它是指这这个点之前的事情，所以你要讲这个点之后才怎么样的话，一定是 did not until did not do something until。所以这边的话，did not understand something until 后面接一个句子句。好，这是 not until 在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句型，也就是我们第二题它里面的重点哦。 再来，我们看第三题，它的题目了。它题目是这样说的：努力工作及乐观的态度，好，两件事情对一个成功的职涯而言是再必要不过了。好，在这里的话，我们先请老师帮我们翻译一下这整句话：Hard work and an optimistic attitude couldn't be more essential for a successful career. OK，所以，我们来这边看一下里面翻译的重点哦。首先，你说再必要不过了，就是超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couldn't be，再加上一个比较级的形容词来表达不能够超过，这已经很厉害很厉害了。在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你在使用这个助动词的时候，你一定要用 couldn't，好，不能用 can't 来表达。我们来举一个实际例子就更清楚咯。尽管这两个朋友的个性差异很大，个性迥异，但是呢，他们却非常合得来。英文就可以这样子讲。 Though the two friends' personalities couldn't be more different, they get along really well. 嗯 couldn't be more different 啊，就是说真的差异超级大，大到不能再大了。好，在这里的话，你会想说，嗯，应该是很难相处吧？没有哦，They get along really well，居然很互补呢。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一个重点。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句话里面的一些字词哦。比方说，乐观的，我们可以使用这样子的形容词。 Optim istic, optimistic, optimistic。比方说了，Jose 试着对人生采取乐观的态度，英文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讲：Jose tried to adopt an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 life。好，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 Jose 的话虽然是 J，对不对？可是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 常见的一个墨西哥的名字吧，San Jose。San Jose。所以说，在这里的话，这个 J 是发 H 的声音，然后那个 Jose 的那个 E 上面有一撇，它也是一个重音符号。所以这个字的话，不要念成 Jose 或 Jose，<laughs> 不是 Jose，哈，特别小心哦。这句话，这个字的话，我记得我以前闹过笑话，所以印象特别深刻。OK，好，did, 就是 Did you say it's Spanish？ Uh, no, no, I, I, I uh -huh. thought it was Joe's, but it's yeah. not. It's Jose. <laughs> it, it's a Spanish word. It's a Spanish name. <laughs> and in English, we use the Spanish. It's pretty easy. Jose. Oh, <laughs> okay. Yeah, okay, Essential essential。比方說啦,這本書具有一本好的浪漫小說必備的所有要素,在這句話裡面我們可以這樣子翻成英文。The book has all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a good romantic novel all the essential elements, elements指的是要素,要件,好,很多重要的這些元素呢都在這裡頭,都可以看得到,一本很好的good romantic novel,就是這種浪漫的小說,好,這整句話的話就沒有問題了,我們再請老師幫我們翻譯一下另外一個版本這整句話. In order to have a successful career, hard work and an optimistic attitude are fundamental. 哇哦、wow,，fundamental 这个字也很棒哦。fundamental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必要的、必备、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一个基础一样。所以任何事情都是需要这个基础，对不对？都是需要奠基、打下良好的基础。lay a solid foundation，so it's fundamental <S、嗯。多，那你说 fundamental 就是基础而且重要的事情，都可以使用这个字来表达。OK，我们这样学了三句话，各位有没有想休息一下呢？OK，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他稍后回来，我们来看连贯式翻译。各位怎么样？休息的够不够？可以了哈，来吧，来吧，我们来看这个连贯式翻译喽。连贯式翻译这个主题呢，非常非常特别。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状况，就是那种诶、欸、手机离开身了之后發，发现到哇，一整天没带手机，心情都不不太美丽。我觉得不行不行，我得回家拿。 你有没有手机上瘾症呢？手机上瘾症其实现在有一个特殊的词汇叫做 nomophobia，就是 no mobile phone，它叫 nomophobia。Ophone, nom <laughs> 对，老师会通常大部分的大部分的外国人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会笑，time, 对呀，yeah,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啊，好好笑哦。<笑>所以你自己去找的话也很特别，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特殊的词汇了。nomophobia，帮各位拼一下是 n o m o n o m o 是前面的哈，phobia。 P-H-O-B-I-A Phobia指的是害怕 对,老师表达得非常好,这边抖,所以说今天, If you have no mobile phone with you You will feel afraid 好,你覺得很害怕 The fear of phobia. the fear of being without your cell phone。就是我们今天在后面连冠式翻译的一个主题要。我们来看这个连官事翻译的第一句话。many people are addicted to their phone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y can't live without them。 嗯，没有错，所以很恐怖，对不对？哈、哦，如果说今天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达到如此的程度的话，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好的表达方式。我们请老师帮我们说一下喽。To such an extent that, or to such the extent that，或者呢，我们还可以使用这样的说法：To such a degree that, or to such the degree that。 OK，所以我们可以使用到 e x t e n d 或者是 degree 这样的名词来表达，而且它的搭配的时候呢，都是用介系词的 to。好，所以在这里的话 e x t e n d 跟 degree 都是表达程度的意思。好这，to 这 a or an extent r to some extent to some degree 都是到某种程度这样的意思。我们来举实际的例子就更清楚了、哦。如果你讲说，Canny 担心即将到来的考试。 担心到他几乎到睡不着觉的程度，英文就可以这样子说：Kenny is worried about the upcoming exams to such a degree that he can barely sleep 嗯。嗯，to such a degree that 就到这个程度，这个 that 后面就接一个子句，他这门子句说 he can barely sleep，就是几乎到睡不着觉，还是能睡，但是睡睡醒醒，没有睡得很很扎实的感觉，哈、哦。 barely 就是几乎不行的意思。好了，我们再看第二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呢，Mark 它是对的。这时候英文就可以说，to some degree。 Mark was right。嗯、um,，to some degree，好，就某种程度上来讲，他说的话并没有错。Mark was right。好，在这里的话就可以用到达到如此程度，或是到某种程度，都可以使用这个 degree 或是 extent 这种方式来表达哦。好了，所以在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里面还有另外重要的字词。对什么东西成瘾，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方式：be addicted to，be addicted to。 好，be addicted to，在这里面呢要特别注意一下，里面有个重要的形容词叫做上瘾的，addicted，addicted，add 哎，重音的话是 addicted。好，be addicted to，这个 to 是介系词，后面一定是接名词或是 v i n g 的形态。我们举个例子好，好，Jillian 对看漫画成瘾了，而且收藏了上千本的这个漫画书，嗯、这个英文就可以这样子表达。 Jillian is addicted to reading comic books and has collected thousands of them. 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会注意到说, Jillian is addicted to reading. 有沒有看到? Reading, V-I-N-G的型態。in g要特別注意 And has collected thousands of them. Thousands of them. 这个, Thousands of them，那个 s of 的声音会帮助你记得 thousand 后面有一个 s，在表达这个概念哦。这、就是第一个重要字词，对什么东西上瘾，对什么东西成瘾了。第二个重要字词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就活不下去。英文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表达：Can't live without，嗯，Can't live without chocolate。 哦、oh,，n 老师在讲自己 <laughs> 哦，没有巧克力我就活不下去啊，哈，<laughs> 哦，所以在这里的话，你常听到 <laughs> I can't live without you，哈，没有你就活不下去，在很多的英文流行歌里面，常常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嘛，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边举个例子，好了 f r o d o 爱他的妻子爱到没有他就活不下去，英文就可以这样子讲。 Frodo loves his wife to the point that he can't live without her. 嗯，he can't live without her，就是说，哎呀，天哪，没有他，我怎么能够活呢？好，在这里的话就很清楚了。再来，我们这句话呢，其实还有不同的方式来翻译哦。我们请老师帮我们来翻译一下另外一个版本。 many people are absorbed in their phones to the degree that they would die without them mm, they would die without them oh, are absorbed in their phones Be absorbed in，通常是指你对某些东西看到非常非常专注专心。通常是看小说的时候、mm hmm.，I was so absorbed in this novel，就是指看到就是都忘记要吃饭呐、啊，mm hmm. 然后就一直看一直看这种感觉。So you can also say many people are absorbed in their phones，指的是沉迷于这个手机，好，沉迷到后面的这种程度。OK，所以这一题的话我们就轻松搞定了哦。再来，我们看最后一题。 然而,这经常导致寂寞,极忧郁, However, this often leads to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and has severely impacted people's lives. 好，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有几个重要的字词哦，首先，孤单寂寞，觉得冷，对不对？很多时候你讲到孤单寂寞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使用这样的名词叫做 Lon eliness, loneliness。loneliness。OK，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哦。有时候岁数增增长，意味着你得学习跟孤独共处。英文这句话就可以这样子讲。 Sometimes, growing old means you have to learn to live with loneliness. Live with loneliness. 我記得很早很早以前她就说什么, Only loneliness keeps me company. 好,就覺得哇 因為他剛好提到loneliness 陪陪伴我的只有孤寂，它会有一种加倍的孤寂感，好，就很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台词。看了之后觉得哇，好有感觉。OK，loneliness、okay, 就是这种孤寂的感觉。再来，我们看第二个重要的字词喽，忧郁或忧郁症、沮丧都可以用这个名词 depression。depression，嗯，这 depression 就是忧郁症、忧郁的意思。再来第三个，剧烈的、严重的，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副词。 severely severely 我们来举个世界例子哦。比方说那场大火严重地毁坏了工厂,但幸好无人受伤。The fire has severely damaged the factory, but luckily, no one was hurt。 yeah, so in Severely damage something.这个severely跟damage这个动词的搭配，或者是你可以说啊. Um, Luckily, no one was hurt.你也可以说这个人every呃no uh, one was severely injured. No one was severely hurt，好，都可以用 severely 来形容，来表达这个跟其他动词或者是形容词的搭配，这个非常重要。再来，我们看最后这个这这句话里面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翻译，我们请老师给我们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Nevertheless, this tends to result in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and has seriously affected people's lives. <S OK，所以在这边特别注意到的事情是。 导致了什么事情？我们在原句里头是用 leads to，在另外一个翻译版本里面，我们看到 result in。好，所以不同的动词 lead 我们会搭配 to，result 我们会搭配 in，甚至你以后还有机会学到 br about bring about，bring about 也是来表达是导致了后面的结果。所以在这里这些这种字词的代换上面，如果一旦学习久了、熟悉了，你的字词的搭配会非常非常丰富。 好，在这里的话，特别注意一下这些好的方式。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连贯式翻译，还有单句的翻译。希望各位好好学习，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